这个担子啊，好吧啊，好，没问题。看一下耳朵，听懂好。这帮我吗？来，苹果箱。这个，东西快拿过来，怎么的？这边看一下，我们两个等会儿怎么过去啊？好，我先拿前面那边。你好，请问是司导吗？我是前几天订好来当助理的叮咚咚。啊，想起来了。那什么，你就把器材看好就行了。对，先把这些设备都整理整理。 好，那个，大爷大爷，我们这边好了，这边好了，好了，实拍吧，好了，我们拍了，快快撤出来，来准备，来准备，开机，好了，预备，等等，化妆，头发什么情况？啊，那头发怎么回事？好了，预备，别动，来开机，来预备，等等。 服装，领子跑哪儿去了？快点！来来来，快点来，来预备，好来，来预备，等等啊！背景那个绿色的什么东西啊？好，再坚持，不要动了，不要动了，来，快快快，拿走来，来，走走走走走，来准备，好了，预备，开始！咔咔咔咔咔，什么情况？啊！ 来这儿呢，其实是学校里面有个老师介绍我来，然后跟着这边的摄像师一起。我不关心你来这儿干嘛，叮咚咚，你要敢把我在这儿的事情告诉同学，就完蛋。哎，你先坐嘛。哎，这是我刚给你买的，在组里要把饭吃好。这口餐具也是我刚给你买的，会干净一些。 悠哥，干嘛呢？悠哥，国飞已经交代了，这两天你哪儿都不能去。我就在走廊走走。那也不行，你要是出了这个门，我今天就死定了。放手！哎，悠哥，悠哥，悠哥就在我求你了。这个时候就不要任性了，行不行？你知道悠悠姐已经……悠悠怎么了？悠悠姐，站住！悠悠到底怎么了？哎，悠哥，不说走了。 悠悠姐，悠悠姐，她被公司暂停职务了，顶流爱豆又。
悠悠姐，悠悠姐怎么样？你不用担心她。 公司为了保护他的安全，暂时将他禁足了。那他人还好吗？他没事儿。陈明，你能不能告诉我那天我离开以后，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们吵架了。我就知道是这样。悠悠姐，你可一定要帮帮他呀。他是我一手带出来的，我肯定会帮他。但关键是现在我也被公司停职了，很多资源我用不上，很多人脉我也动不了。 所以，陈明，今天我约你出来，就想请你们帮我个忙。我们？现在我已经回来了，我们可以重新在一起吗？ 刘志奇，说走的是你。 说回来的也是你，我用了一年的时间就习惯没有你的生活。是，你回来了，但不代表我会一直在原地等你。可是程明，我再也不是原来的柚之琪了。我知道，但我也不是之前的程明了。今天我约你出来，就想请你们帮我个忙。哦，好，那你需要我们做什么？我准备了一份资料。 还有一个完备的计划，所以我希望你们几个能帮我去完成。好，计划第一步就是搞定佑之奇的粉丝团，他的粉头是一个叫卷卷毛的女孩，她呢负责后援会的号召工作，现在连她都在怀疑佑之奇，所以我需要你取得她的绝对信任。卷卷毛小姐姐，佑之奇是正能量爱豆。 热衷于公益、助人为乐，他和悠悠是普通经纪人和艺人的关系，更不会随便殴打记者。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，我们都是真心支持佑之奇的人。现在是他人生的至暗时刻，我们柚子一定要团结在一起。我们见一面好吗？嗯。 也不知道学长那边怎么样了。从这边到这边，对，这样的话，他们应该能跟上。哎，学长，哎，学长，怎么样了？哎，行，好嘞，那我和东东现在就过去。好，等我们，走。那个小伙伴们，学长那边已经安排好了，我和东东现在就过去。 后面的文化课帮我俩请个假，是有对方黑记者的办法了吗？等我们好消息。走，快走吧！快去快去！别忘了帮我们请假啊！好，快去吧！哎，小伙伴们，我也有事儿，帮我请假，帮我请假啊！陈明，你慢点。知道了。哎。 估计是联系上卷卷毛了，没事儿，我们就在这待着吧，等他们好消息。卷毛卷毛，开开门。芝麻开门，节节高。 果然是柚子，我进门第一眼就看见你了。我们柚子的气质果然不一般。到底是谁啊？为什么非在这么风口浪尖的时候约我见面？你先不要管我是谁，既然你能见我，
就说明你内心还是相信You Zhiqi的。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，把You Zhiqi事件的真相告诉所有的柚子们。You Zhiqi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？你到底是谁？有什么目的？我跟你一样是个着急的柚子呀。You Zhiqi根本就没有跟悠悠谈恋爱，他也不是暴力狂，他更没有把王记者打成重伤，这些全部都是假料。你怎么知道这是假料？那我怎么取得他的信任啊？成败的关键就在这个视频上。这是You Zhiqi写给我们的歌吗？嗯，真好听。你完全不用这样。好运兔，那是我送给他的好运兔。嗯，看起来You Zhiqi和悠悠姐也不像是那种关系。当然了，你看那个时间，这是You Zhiqi出事之前还没有发出去的给粉丝的福利视频。可以确定的是，我们喜欢了这么多年的人从来都没有变过，他一直是那个给我们温暖和感动的You Zhiqi。这个时候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继续支持他、保护他？我会好好考虑。我知道，你会的。魏凤，我这边搞定了，你们现在什么情况？我已经在王记者的楼下了，等搞定了告诉你。好的，拜拜。计划第二步，反杀王记者。据我所知，王记者有很严重的偷拍癖，业内很多人都有把柄在他手里，所以相互忌惮，没有人敢下手。我们正好利用这点反杀王记者。这件事情只有你们几个跟他没有利益关系的孩子才能帮我去完成。王记者就在楼上，我们就按原计划行事。散开。嗯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王晨先生吗？你是哪位？啊，我这里是快送 ，Coco 小姐有一个东西要快送给你，那我在楼下等你。稍等一下啊。好。哎，你怎么走路的？没长眼睛啊？不好意思啊，但是我长眼睛。嘿，我是王晨，我的东西呢？这是 Coco 小姐给您的东西。听你经纪人说你过来见王记者的，我让他不要声张，不要声张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别着急给他打电话，你听我把话说完了。你以为你搞定曾导就能在娱乐圈里畅通无阻了？你知道曾导老婆是谁吧？你被王记者拍到夜会曾导在酒店，王记者肯定是两头吃定了，要你钱占你便宜，然后转头把照片卖给他老婆，让他老婆来收拾你。你也不想想，如果你当小三这件事情被大众知道，你还能做艺人？悠悠姐，那我该怎么办？他是不是让你把钱拿给他，然后上酒店房间等他？悠悠姐，既然你全都知道了，那你一定有办法可以帮我。你说，我都做。这是知道什么意思了吗？嗯。嘿，来了。钱都给你了。我的照片呢？哎，着什么急嘛？啊，一会儿给你。怎么不急嘛？来，
过来啊，陪我聊一会儿。快，来来来。王哥，你钱都收下了，你先把照片给我吧。哎呀，狗狗，你是知道的，我们做记者的手里资源特别多，只要你能让我满意，我以后啊可以为你写篇文章啊什么的，保证你比以前更火。王哥，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，你先把照片给我。照片我是一定会给你的，就这一晚上，如果你今天晚上表现好，照片我马上就给你，好不好？哎哎哎，别走啊，你别走，走。你放开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快起来，快起来。谢谢。别动，怎么是你们？你们到底是谁啊？我们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证据已经留在这里面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们是合伙来整我的。我告诉你，我没那么容易被整的。照片我已经备份了，曾太太知道一定会整死你。你真是卑鄙无耻。我在这的事儿做完了，替我谢谢悠悠姐。嗯，悠悠，这里面还有他的事儿。谁说不是呢？不用跟他废话。来，我问你，抱悠悠包养右之奇的黑料，你干的吗？说右之奇打人的黑料是你说的吧？啊，这两件事，你在这儿给我们一五一十、实事求是的说清楚。嘿，说这，我承认这一切纯属我恶意杜撰。当晚的真实情况是，右之奇喝醉了，悠悠上前劝说。在此，我要向右之奇及其经纪人。绯闻的事啊，已经水落石出。悠悠，前段时间让你受委屈了，你的停职解除，下一步继续回来带你的艺人。谢谢陈总。你看啊，这是公司刚签的一批艺人，你好好带一带，他们都很有潜力的啊，你有耐心。陈总，那右之奇呢？我安排别的经纪人带他。我还是想带他，我带他这么多年了，别的经纪人带不了他的。你就别带了。您看看这桌上，全是他的违约合同，这光赔偿金啊都要好几千万。你是公司的王牌经纪人，你别跟他掉坑里啊。陈总，你应该清楚的，是我从福利院里把他带出来的，这么多年我陪他成长，我带他如同带我亲弟弟一样，我是不会放弃他的。悠悠，你自己要考虑清楚。嗯，晒衣服了，天气好好啊。哦，陈明，嘿，干嘛呢你？还能干嘛呀？一直为爱迷途的高野，肯定是在想右之奇了。右之奇的事，我们不是已经帮他解决了吗？你怎么还魂不守舍的呀？陈明，你还好吧？哎，你们不会都没看新闻吧？重磅新闻，右之奇合约产生，违约金要高达五千万。五千万？哎，真假的？对啊，你快看。张老板，之前咱们谈到我们家右之奇代言你们快餐店全线产品的事儿，我觉得可以往下推进了。你看咱这么多年老朋友关系了，商务报价上肯定给你打个折，咱友情价。哎呀，刚刚听了新人影帝，刘姐，下回咱有机会再合作。哎，
你怎么来了？我不能来啊。我不是这意思，我是说你可以多休息几天，好好调整一下状态。以后我的工作谁负责？当然还是我了。我没听错吧？陈总会让你继续带我？你没听错，陈总是不同意，是我极力争取的。为什么还是你带我？你不是老嫌我麻烦吗？你这麻烦呀，就砸我手里了。你要怎么查？出了事情要你去查，还要我经纪人干什么？放心吧，我会帮你查清楚的。从我带你到现在这么多年，你竟然一个人在我眼皮子底下偷偷的治病，也不跟我吐半个字。绯闻的事你放心吧，我会处理。你别瞎想了，好好在家休息吧。为什么还是你带我？你不是老嫌我麻烦吗？你这麻烦呀，就砸我手里了。这么多年了，他一直把你当亲弟弟一样照顾，而你却一直在给他惹麻烦。你身上背负了太多不属于你的东西，所以这一次，该你站在他的面前了，重新做回你自己。你还在担心佑之奇的事儿啊？我只是在想，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到他。你能怎么帮到他？太难了，成明。这种事情连悠悠都没有办法解决。喂，悠悠姐，我想跟您见一面，我有些事儿想要跟您当面谈。好。艾米，我先走了啊。嗯。悠悠姐，你还记得你之前想签我的事儿吗？嗯。那你现在还想签我吗？我之前为了签你费了不少心思啊，你现在跟我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是想，如果可行的话，我愿意签给公司十年，来抵偿佑之奇的解约和他要赔偿的巨额违约金。这十年，我一定会努力赚钱，公司给我安排的工作，我一定认认真真完成。所以你是为了佑之奇才跟我提出签约的？嗯。那他知道吗？我还没跟他说。陈明，十年，一个女孩子最宝贵的时间。你愿意签给我，当然很乐意签你，但我觉得现在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，你需要回去先跟佑之奇商量一下，等达成了共识，我们再往下谈，怎么样？我现在在你家楼下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商量。好，我知道了。
你还好吧？你进来说吧。尤志奇，我从网上看到你因为之前的事情欠了一大笔违约金。所以呢？我想欠给悠悠，这样的话我可以跟你一起还债，我可以陪你一起承担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因为我喜欢你。陈明，现在的我一无所有，甚至还欠了一屁股的违约金，你到底还喜欢我什么？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，所以不管你发生什么，我都愿意和你一起，陪你一起度过难关。我懂了，但我一定不会让你陪我一起吃苦。等我处理完这件事情，我一定给你个答案。进。悠姐，悠哥今天有发布会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你看，你看他自己发的微博。这小子又要干嘛？疯了！关机。走，去现场。哎，成明，又之奇的事怎么样了？解决了吗？还没有。那你知道他今天要开新闻发布会吗？啊？什么发布会啊？喂，悠悠姐，又之奇去开发布会的事你知不知道？他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也是刚刚才看到的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去现场路上。啊，下面还有呢，悠姐，你看，你和悠哥的新闻还没彻底压下去呢，悠哥的身世又被人乱写一通，而且他们骂的还非常难听，说悠哥为了红不仅现身经纪人，还乱认爹，还把悠哥原来演戏唱歌的视频翻出来，全网全场，这些人简直就想把悠哥推进火坑里。行了，你俩闭嘴吧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师傅，开快点。你干嘛去？我去现场找他呀。你有毛病吧？现场那么多记者在那里，你去了不是给人家添乱吗？那怎么办呀？我总不能在这干等着吧？又之奇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你们现在在哪里？我们现在去你店里商量一下怎么办。你等我们啊。我们先去魏峰店里商量一下，你别担心啊。我们来了，现在什么情况啊？发布会马上就开始了。成明，又之奇他没有跟你说是什么情况吗？没有，而且他突然就要开发布会，连悠悠都不知道。悠悠都不知道。我们先看一下他到底想说什么吧。好。谢谢大家能来到我的个人声明发布会。接下来可以提问。悠之奇，我是菠萝娱乐的记者。请问网上传的是真的吗？你的父母并没有在国外，对吗？我的父母并没有在国外。那你豪门贵公子的身世也是假的，是吗？对，我并不是什么豪门贵公子，以前不是，现在不是，以后更不会是。尤之奇在说什么呢？不行，我得去找他。哎，别，陈明。又之奇之所以这样说，肯定有他的原因。
我们要相信他。哎，嗯。那你和经纪人悠悠的关系呢？网传你们不单纯是经纪人和艺人的关系，是吗？对，我们并不只是艺人和经纪人的关系。有这些。